迟锐，很明显的，你看那个丽文在唱歌的时候，他的整个神态跟你是不一样，你的声音有搭上去，可你的神情有一点来不及跟上去，这会有点落差。但你做不做得到呢？我相信你做得到，只是你还没有那样的历练。那丽文没有话讲，在他的那种带动之下，你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，你的音准、你的 power， 然后我们之前没有看到的那种亮度，整个就散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这两组，包括自佑，我觉得你唱这首歌里面带的真的很好。就是你这个中间还会这个在激昂的时候，身体会唰唰一下，把衣服往后一撩，真的，我坐在这边感觉都有被那个风打到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些虽然都是小动作，可是我们感觉这个舞台有一个视觉效果，这些都是加分。